阿峰打算离婚了，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一个杨字，然后迟迟没有下笔。工作人员问他，你忘了你老公的名字吗？阿峰心虚地回答，是老公的名字很难写。工作人员一脸怀疑，连老公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这段婚姻似乎不太正常。但最后工作人员还是帮他查到了资料，他老公名叫杨树伟，两人已经结婚十年了。可事实上阿芳还有一个恋爱七年的男友爱德华，他在京都开了一家婚纱摄影店，这里是香港著名的婚礼主题商城，阿芳也在这里工作，每天都见证着很多新人走进婚姻的殿堂。他说不清楚自己对男友是爱还是习惯，男友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不允许阿芳穿稍微暴露的衣服，只要阿芳不回信息他就开始短信轰炸，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跟阿芳商量，但阿芳的所有事情他必须全部知道，连手机都被定位，信息也被随意翻看。阿芳对此没有任何反抗，一直逆来顺受。这天他路过水族馆时看见一只乌龟翻了过来，他好心提醒店家，店家却随手装了一只给他。对于这种强买强卖，阿芳也没有说不。回到家后他把乌龟放进了鱼缸，鱼缸很小，像是一个狭窄的牢笼，也像他和男友租住的房子，拥挤不堪。阿芳很不喜欢这里，不仅如此她还有个强势的准婆婆，总是不敲门就直接闯进来。这次她带着房东前来，屋顶经常渗水，婆婆就以此为由想让房东把房子卖给他们。阿芳听后小心翼翼地说她和爱德华去看了新楼盘，婆婆没有理会，冷哼一声继续和房东交谈，言语中还止不住地数落阿芳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晚上阿芳跟男友说起婆婆让他们买下这间房的事儿，男友没什么意见，因为他还是个妈宝男，基本上他妈妈说什么他就会听什么，至于阿芳的感受应该不重要吧。临睡前男友说，我妈让我们赶紧结婚。第二天阿芳到民政局一查，他现在依然是已婚状态，这让他十分为难。晚上男友居然还准备了求婚仪式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阿芳走到了人群中央，爱德华手捧鲜花从电梯上下来，然后单膝下跪，不等阿芳说我愿意，就自顾自地为她戴上了戒指。虽然阿芳默认了男友的求婚，但她十年前就结过婚了，而那个叫杨树伟的男人现在不知所踪，如果申请单方面离婚至少需要两年时间，可现在的情况她根本等不了那么久。晚上在男友睡着后，阿芳说道，我十年前跟一个大陆人假结婚，当时只是想避开家人搬出来住，我怕你生气一直没敢跟你说，所以现在她也只敢在男友熟睡后说出来，而现在要想离婚只有找到杨树伟。正当阿芳一筹莫展时，杨树伟突然出现，两人在京都商场里偶遇，他也一直在寻找阿芳。十年前他花10万块钱找中介假结婚，就是为了拿到香港身份证，现在中介被抓了，他只有找到阿芳才能继续办理单程证，然后去美国，他愿意再出5万让阿芳协助他把证办下来，之后他们就马上离婚，这样比单方面离婚要快很多。阿芳没有立马答应，而是说和男友商量一下。晚上阿芳试探性地问男友，我们两年后再结婚吧，没想到爱德华却说，我妈说明年9月份结，连订婚期这件事儿，婆婆问都不问一声就擅自决定了。无奈之下，阿芳只能答应杨树伟协助他办证，作为报酬杨树伟硬塞给他一笔钱。两人来到家具店拍了一些生活照，这些都是办证的材料。在这里阿芳看上了一款餐桌，可他却不敢买，一是因为没有地方摆放，二是因为他想买什么东西必须和婆婆及男友商量。接着他收到男友发来的短信，亲爱的，你这条裤子什么时候买的？太短了吧，我帮你扔了好不好？其实发短信前他已经把短裤扔了，阿芳本来要回为什么，可是他犹豫了一下。杨树伟看后吐槽道，这种人可能是神经病啊，你确定要和这种人结婚吗？阿芳没有理会，把为什么改成了好的。而要办单程证，他还要和杨树伟一起去趟福州。回家后他把杨树伟给的钱藏进了龟粮盒里，这是唯一不会被婆婆和男友翻查的地方，他的隐私空间也只有这么大了。随后他跟爱德华说要和闺蜜去福州旅游，爱德华又通知他，我妈帮我们订了酒席在9月中旬。阿芳无奈地问，你怎么能完全不问我呢？可爱德华只顾玩游戏，没有理会阿芳。眼看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婆婆带着他们去挑婚服，换好衣服后阿芳让爱德华帮忙拍照，爱德华放手机时顺便翻了翻他的包，结婚信息表被他翻了出来。爱德华十分愤怒，把阿芳扯回店里，
阿芳把事情经过全盘托出，虽然是假结婚，爱德华还是久久不能平静。他问阿芳，你要我怎么跟我妈交代？无论何时，对他来说，妈妈的意见还是第一位的。第二天，阿芳收拾好后来到福州，梁树伟要帮他连上 WiFi， 阿芳拒绝道，正好可以清静一下，一打开网必定又是信息轰炸。最后两人到公安局办了手续，梁树伟带他来到老家，他的女友小梅也在这里。晚上阿芳被两人的吵架声惊醒，小梅怀孕了，梁树伟想让她打掉，他为了这个证折腾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能够去美国，现在可不能放弃。可小梅却坚持想生下孩子，两人都不愿意妥协。这回到了香港，爱德华准备了很多请柬，大部分都是婆婆的朋友。阿芳说很划算啊，花1000块钱就可以看我们表演结婚。爱德华只是说，你以后别再跟那个大陆人联络了。次日，阿芳就收到了杨世伟的短信，让他拍一张穿婚纱的照片给他。穿好婚纱后，阿芳问好友，你觉得是不是事业有成或者同性恋的女生才不用结婚？好友说道，结婚主要还不是为了让身边的人闭嘴。阿芳十分迷茫，似乎结婚才能被社会当成一个正常人。回家后，爱德华又偷偷查看阿芳的手机。杨树伟说，单程证这么久都没有批下来，他有点想放弃了，但还需要时间想一想。爱德华不耐烦地问道，那他现在要怎么样，到底离不离婚？阿芳说，就算我没有跟他离婚，我们照样可以结婚，反正都是做给你们。假结婚吗？你跟我假结婚，你跟他也假结婚，你搞什么？你假结婚收了他多少钱？我马上开支票给你。那可笑的是，支票本都在他妈那里。爱德华继续指责道，你变了，你认识他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。阿芳也爆发了，我不想你阿妈吩咐我做事，我不想你成日懒醒咁教我，我不喜欢你 check 我电话，我不喜欢你 constant message 轰炸我，我不喜欢你管我着咩心，我不喜欢你不要你做伴侣。歇斯底里后是长久的沉默。第二天，阿芳在便利店见到了杨树伟，他正在买奶粉，他决定不等了，他和女友马上要结婚了。阿芳问，那你不去美国了吗？不去寻找你想要的自由了吗？结婚是没有自由的。可杨树伟回答，结婚也可以有自由的。阿芳接着说，如果我不爱他还跟他结婚，那算不算假结婚？他对我根本就不是爱，如果让他选择我坐大巴被撞死还是和你暧昧，他一定宁愿我死。梁树伟说，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？不结婚你想去哪儿？你想做些什么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阿芳沉默了。很快他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回家后，阿芳发现自己养的乌龟不见了，婆婆轻描淡写地说她送人了，因为从风水的角度分析，家里养龟对爱德华的身体不好。阿芳崩溃了，她在这个家里没有一点自主权，连养只乌龟的权利都被剥夺，小小的房子压得她喘不过气。爱德华陪她来到河边，那只乌龟已经被放生了。阿芳问道，跟你结婚以后是不是连养龟的自由都没有了？爱德华没有正面回应，开始转移话题。阿芳又问，怎么你们总觉得结婚后一定会幸福呢？爱德华回答，不一定会幸福，但不结婚就一定不幸福。阿芳说，你真的很想结婚生孩子吗？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你总是爱搭不理的。爱德华则认为，阿芳现在的抱怨只不过是想办个童话般的婚礼。可事实上，阿芳最想要的是搬离屋顶漏水的京都。最后阿芳问道，我们是不是以后都是这样的了？爱德华说，是呀。